来个炸！轰天雷！蹦蹦蹦蹦蹦！波波粼粼，快派猪！踹踹踹！踹杠踹杠！哦哟！啊哈！所以说，哦，男人都会病变掉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看一下吃什么。我今天想吃那个虾子，上次点个柠檬虾挺碎的，我点个柠檬虾，吃个奶油虾好了。好，我就点这样。干，我今天已经洗澡的时候就已经果断想好，等一下要吃什么了，直接吃一波大的。我们先打个排位，来个凛凛，凛凛魔龙露，有捐十万了吗？有，在那个社群连结那边可以看哦，谢谢。哎，归起来。哎哎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会 A 的赢我？你哪个自信？哪个人告诉你你 A 的赢我？哦，哎呦，帅超不过两秒！哇，你好秀，这个可以哦，总得我挺你，我挺你。我只能跟你说，你刚那个帅超不过两秒。如果你刚二连挑中，我直接称你为辅助帅哥。哦，外甥快来了。希望等一下打龙，可以吃饭哦。哦，他没勾，兄弟，我帮你晕。来，来，直接连击追 ，nice 下课。哎，他怎么加速了？他闯红灯啊！他40分瞬间变34分，他闯红灯。我等一下很想问他，你是不是闯红灯？你怎么40分变34分，怎么那么快？我一个不好，哎呦，你挑到，哎。辅助神之迷之操作，这个有点迷哦，这个偏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的名字只是叫哈喽，他只是走过路过跟那个警打声招呼，他没有特别的意义，请各位不要来个炸轰天雷，我来了我来了。敢不敢吃个龙啊？如果等一下我没有回的话，请帮我挂在门把上，谢谢。轰你一下，轰你一下。哎哎哎，哎哎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兄弟，你说我挑不中，我先走了。对面人多啊，人多重重啊。你盯好那个夸克，我就阿弥陀佛。注意哦 ，nice 兄弟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刚前两波看不到的东西，你太碎了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等等赏他们水炸弹。有我看过哦，爆爆网吗？爆爆爆爆爆，丢水球，好妖哦，我先走。哎，他是不是过来了？等等，吃个这个好不好？他已经到了 ，OK， 他帮我放门口了。我如果等一下有机会死掉的话，但我估计是没有。哎，如果凛凛跟爆破王合作出一个水之射击的，感觉有梗哎。干，希望官方听到我的心声。他的炸弹就是水炸弹，感觉有梗哎。怎么说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来了，水炸弹，有没有？就这么痛，兄弟们就这么痛，估计直接上天虫了。外面没下雨吧？我确认一下外面有没有下雨。如果外面下雨，我现在立马冲上去，不然我的虾要变成那个，要可能要变水沟虾了，淋雨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OK 吗 ？OK 吗？来妹，对干妹，蹦蹦蹦蹦蹦，波波粼粼，派派猪，好拉了，拜拜。随时得嘞，感觉应该是没开了。在下大雨吗？确定哎，有人说台北没下雨，我相信他。我跟你们讲，要高速上去。
我跟你们讲，我连手都洗了，我只能跟你们说，防疫做得好。刚椅子有没有帮我杀人啊？怎么还在005啊？什么意思啊，椅子？哎，可以哦，可以打他，可以打他。哎，他太过分了啦！他太过分了啦！哇，你好帅哦！为什么你们刚都不打他？兄弟，兄弟，狠话不多，狠话不多，我什么话都不想说。来，看好了，什么叫做喷射火箭哦？兄弟们，真的看好了，在哪？这里吗？没有。哎，我008哎，敢不敢给一个击杀？敢不敢给一个击杀？华科美工。都给我进去劝退！哎，出来出来出来！点不到人，点不到人，点不到人！踹踹踹！踹杠踹杠！队友，狙了狙了狙了！舒服吃香。他想踩我，他想踩我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这个什么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这样这一把没有机会看到什么叫做一喷喷射火箭呢、欸？我还没看到喷射火箭就结束了，我要发射火箭哎、欸！哇，我变助攻王了，我现在是助攻 king 了。No 坦分，咱们是为队友创造了许多的优势，虾须都岔出来了，还掉一根。我们直接再搭配一瓶乌龙绿，舒服的夜晚，先下一口。来让各位看一下这个，这应该是柠檬吧？我另一个是什么？奶油，这应该是柠檬。让各位看一下，我要开吃了，谁都阻止不了我去嗑这只虾子。我只能先给你们看，自己闻一下，屏幕上可能有一点虾味啊。它的很烫，我得闻一下。哦哟，兄弟们，它很烫啊。带有一点酸味，满满的柠檬味，嗯，赞吗？哦，它的柠檬虾是真的很柠檬的、哦。我平常是不吃头啦，对，如果要吃头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只吃这个头。这个它有一个红红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我只吃这个，其他我是不太吃，因为这个比较明显啊，其他的我怕我吃错啊。你们也想吃吗？好啊，我，哎呦，好烫，帮你们吹一下哈。哦，来哦，在座的女朋友、男朋友哈，帮你们吹一下哈。本人直接为你们喂虾啊哦啊哈嗯嗯，睡吗？奥夫堡坏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柳先生收款3000，波波抖3000，谢谢波波。哎、欸，这次头好大、啊，他这次的头好大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们看，他这个头，好吧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哇！谢谢波波的5000，太香了，谢谢波波。哎、欸，干，这真的他妈他超大的，这个很像我在吃一个饼干吗？可以说是饼干吗？伙伴爱心，帮你们比个爱心，有吗？虾的爱，但还是要被我没收。哎、欸，我有一次钓虾场，那个池跟黑水一样黑，然后我吃完，我洗完澡了，我全身发红，反正就是对，就超痒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当下唯一的处理办法，妈的，那天他妈的又冬天，我直接拿水龙头冷的，我直接从头冲到下去，我知道很冰，但我得冷。我用那个冰的去降低我的那个身体那个热度，跟那个痒的那个感觉。对啊，大概七八只吧，八九只。
波波有女朋友吗？这要问波波了。本人不知道。妈的，吃个虾怎么会病变给我？哇操，他会喷汁哎！哇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吗？他在流水哎！妈，吃个虾就病变给我，大家都吃虾就好了。就是经常听啦，就是只要吃海鲜类的，就会说哦，男人都会病变给我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有人知道吗？会不会我们双手沾满虾味，等等操作变虾？刚刚有人叫我。有啊，波波，有人问你说，请问红旗有女朋友吗？这辈子有机会听到我一战成名，看到你要多想知道我他妈一战成名的故事，等我突破那个坎好不好？那个一战成名的故事真的是他妈的很猛啊！你们不要乱听啊！不好说，你们留给自己机会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OK， 那个一战成名的故事太靠背了，我他妈的不讲。恰到好处，这个解释很好听哦。可以可以，你帮我婉转的带过了聊天室的各位。干有一个仿冒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模仿我们 HK， 说是我们练习生。那个我先跟你们讲，那个是黑棋喷笑，哎，对，那个人是假的，不是我们公司的练习生，好不好？